是你们的 Jackie 老师。你在为记忆英语短语而发愁吗？试试每天的数五分钟，让我带你看公式、听例句、记短语，配合元音熟练掌握这些生活短语。Come up with 想出、提出 Come 提出 up 出来 with 以合在一起就是被提出来。Come up with something 就是提出、发现或者生产、制作。当需要为这种某个问题或者事件提出办法或提出这种计划或方法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短语，后面直接加计划或方法等名词做宾语。Lonnie came up with some great ideas for a new product. Think up something. 想出，这个短语比较口语化。No one could think up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ink about. 仔细考虑某事，这个短语强调的是花一段时间来思考，并不代表有能够产出新的主意或者结论。Anna thought about staying home from school toda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关注我们，留下你的收获或者疑惑。更多更好的英语干货和学习技巧等着你哦。英语学习路上，我们一起成长。